发生了什么？宗主怎么飞出去了？这位礼的速度已经无法用肉眼察觉了吗？尊主，血影宗在来的路上被城主卫礼所拦，现在两人正在战斗。尊主，这卫家难道是想归顺韩家？得看他有没有那个资格。而现在。 他就在证明自己的资格，但龙榜第一、第二的差距，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啊！闭关了这么久，关节都生疏了，多谢魏城主帮本座舒筋活络。好榜上，解开七门也不够吗？欺上往来，本座也帮一帮你。 解开七门，也只勉强跟上他的速度，看来只能地门邪，邪门邪。这九天元诀不是只有七道封印吗？这卫里居然有九道，哦，终于拿出点真货出来了，那本座也该认真一下了。这不就是封印吗？ 本座也有，只不过只有三道。仅仅只是余味，就能重创我等？不够，不够！九门玄阶也不够，难道要用出内招？此战不论输赢，我卫里已经无法面见林公子，请林公子能够收下卫家。 我泉下有知，也就能够安息了。九元归一，死门解。我的魏家不能没有家主啊！林公子，诚意很足，魏家我收了。林公，孙主，你就是凌云，有些实力。我还没去找血影宗的麻烦，你倒是送上门来。 狂妄的小子，不过本座很帅才，只要你归顺血影宗，奉上韩千雪，本座可以将空缺多年的副宗主之位给你，有没有兴趣？马上，你的血影宗宗主之位也要孔雀了。好快的速度！哼，是我的血魔之所欲无物，身体还算结实。 一击就打断了我的心脉，若非我修炼出了大成的血魔之体，只怕刚才一招我就被杀了。